诺基基脑袋终于来台州了，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，种类真的太多了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姐，抹茶鸡蛋糕怎么卖的呀？15一斤。给我来10块钱的可以吗？刚出锅的看着好鲜软呀，朵朵呢，刚出锅的还冒着热气，真的好软呀，有种淡淡的茶香。它这种淡淡的茶味。这个虎皮抹茶芋泥糯叽叽怎么卖的呀？这个等一下切起来一盒装起来，9块钱一盒。好，那我要一盒。老板，这个芋泥狮子头多少钱一个呀？8块钱。嗯，我要两个。好的，等它干了就给你拿好。好。2个16，加这个9块钱一个，25。一小块呀，我随便切呀。你们这个多少钱一盒呀？12块。这个是什么味的呀？这个红枣的。红枣。虎皮三色糕。给你打，咚咚咚！和好蜜一起吃糯叽叽，泰州糯叽叽种类真的好多呀，又是羡慕小婷的一天，可以每天吃到。虎皮香香的，它是一层虎皮，一层芋泥，一层抹茶。先尝一下这个芋泥狮子头，里面是芋泥麻薯，里面的麻薯软软糯糯的，还会拉丝，真的甚得我心，面包也好松软呀。里面是芋泥的麻薯，好香呀！好吃好吃！老板真的太好了，还送了我2盒糯叽叽，一个是红枣的，一个是南瓜的。糯叽叽的这个口感很湿润，吃着吃着有种鸡蛋香。还有淡淡的南瓜味儿，这是红枣，好喜欢这个红枣呀，味道很浓，感觉这个更软一些，吃起来硬啾啾的。每次吃多前我都会喝点清清饮，喝完放进吃。你好，我要一个梅花刀，这是什么馅的呀？芝麻馅。第一次吃红糖的梅花糕，真的惊艳到我了，烤得焦焦脆脆的，真的巨巨巨好吃，里面还是黑芝麻馅儿的。刚出锅的真的好烫，不过也真的好吃。你好，要个千羹火鸡鸡。肉不要了。嗯，加个红烧肉，要瘦一点的。一个多少钱？一个13。沙饺子我也吃上了，外面是年糕，里面包了好多菜，这种咸口的糯叽叽也好好吃呀，感觉泰州万物皆可糯叽叽。吃着还有点热热的。姐，你是赶的午饭吗？是。怎么卖的呀？有小份的10块，然后大一点的是13。我要个小份的。我们全部都是现做现卖的。终于吃到新鲜的无饭马刺了，里面是黑芝麻馅的，不过我更想吃枣泥馅的，就是还没有买到。软软的，这也太能拉丝了吧。它里面是芝麻馅的。要一个无饭贝果的马刺，无饭马刺的贝果。我再要一个无饭马刺的雪媚娘。这2个33元。泰州的面包都是糯叽叽的，还有无饭马刺的雪媚娘，中间夹了好大一块无饭马刺。这个里面的无饭马刺没有刚刚的软，这个吃起来有点韧紧，更有弹性，还是更喜欢软一点的。这个里面还有豇豆，是那种有颗粒感的。无饭马刺的雪媚娘真的好软好糯呀，比起刚刚的贝果，感觉还是这个更好吃。